再喝吧，我有点打量了，我受不了了，直播这么多年没这种节奏啊，直播的小时全海马，海马哥、海马弟弟、海马兄弟、海马弟兄弟，三家海马。我敢敲了，我起来敲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搞，等一下，林亮叔叔，啊，你说，林亮叔叔，听话，等一下，你别说话，听我的，我现在心情非常难受，我今天很想来敲了，林亮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我把敲了，敲了，是受不了了，是受不了了，林亮先松手，听我的，不行，待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先别了，别了啊。不要再找个太监吗？你别了。我讲我喇叭，我塞我得呀，兄弟。我讲我喇叭了，你看看。我怎样也敲了。这真搞啊，兄弟！出来点个赞吧。三只海马，我叫三只羊，三只羊济南，三只海马。兄弟，我在做企业，我啥也不开了。我这个企业是集团，我正在做集团啊。我今天被一个海马给整没了。哎，我疯了，疯了！海马给我整崩了。三只羊咋变成三只海马了？不行、啊，我马上给兄弟们放，我马上给兄弟们放四 D， 放五 D 效果，你等一会儿行不行？你们看见这效果是非常好的，看到没有啊？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冒烟了，冒烟了！兄弟们，我哥是真海马，我跟你说啊。嗯没事，兄弟们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，你真是海马呀！你的脑袋跟海马一样小啊！就我这个屏在维修啊啊！兄弟们，这维修别急，好吧？你等我，好吧？等我个几天，行不行？你放心吧，我没有被坑，我怎么可能被坑呢？兄弟们，我们这个我被坑了都被都耻辱了，我的妈呀！我们这个坑是我们没有运作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我没有敲好。对，没事，马上给兄弟们放一个恐龙，大恐龙就奔跑，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可以吧？你大这大杨哥负责的啊，这个屏不是我负责的啊。啊，这个屏，你要笑笑他，不是屏的大小是我负责的，就这个整个屏的结构是我负责的，价格的钱不是我负责的呀。这个现在只是一个，是吧？这现在是一 D， 给它搞成三 D， 来，像个海浪板一样，来搞出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屏啊。是为什么呢？我已经了解了。你看是不是有这种有种海洋版的？没有，是因为我们这个画面没有搞好，并不是说我这个屏不是这个钱。你看有没有海洋版的感觉？其实是有海洋版的感觉，你仔细看，你看，你看有没有？哎，它不一样。你看鱼在上面游，看没有？是吧？给兄弟搞个龙，给兄弟看。来，3D 的龙，3D 的。你要看什么龙？我搞的就那个谁搞的 3D 龙？搞了跑会跑的恐龙。来，你讲车，来恐龙跑一跑来。你看，这个3D。你能把那个木匠给去了？你看你加个木匠在干，这个木匠就没动，别急，他妈越跑越会越大，就往你们面前跑了，看一下，别急啊，你看啊，你先放，等一下先换掉，你先把那个孔洞先换掉，调好再放，等一下你先别调好，你先别怪啊，别急，你看就完了，屏风在这儿呢，咱砌个屏风，兄弟们，我还是比房子还贵呢，就是这样，那好，别慌了。我以为啥呢？你没有感觉到设备好的感觉吗？你没告诉我之前，我觉得你现在去看看热搜啊，你去搜一下这个叫小杨哥什么什么液晶 LED 屏，你搜吧。你看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事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讲的意思啊。再去看看这个是海马，我说是发海马。对对，你说海马代表什么吗？海马是，是不是还不太清楚？嗯，好。最近比较忙，最近他的负责企业管理，这网上说的不管啊。200万，没事，我新外号。那差不多，好。来，我走了，老板。好，慢点啊。好嘞。没有三 D 效果，看来这个还很轻松的。也很紧张，没啥事儿，就看到没？我们 CEO 还是很快乐呀。我们的三 D 效果马上就。我们的 CEO 把我们这个企业使命这个做的是淋漓尽致，传递快乐，上来的很快乐，上来的很开心，这让我很欣慰。2030的规格啊，不是兄弟们建立了吗？3040，3040更大吗？现在小。你看我们这融资出来，你看就是不一样，兄弟们，气压怪地撇，一桶就出来了。我哥小时候用那个扫把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很大扫把，什么声音？飞机？什么声音？那么吓人的吗？那这个今天吃饭怎么感觉都是印着恐惧的吗？不是，但你们老家，你们说你们那种大扫把扫院子的，我哥有一次
拿了个扫把，他撇了个扫把嘛，他竹竿的嘛，他撇下来了，剃牙，剃着剃着剃着，你什么味儿？我说爷，你拿这扫把你拿错了，那个扫把是我扫厕所的，我扫到哪了？线插错了，我线插错了，怪我呀！你个老灯，你个老，我个老海马。刚才调配了一下，像小孩子一样。电视的动画片也。小美，小美，来来来，你来来，你为什么？师傅，师傅，不听话了。师傅，今天是什么造型啊？今天是周杰伦。周杰伦造型啊？的粉丝。哎，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带货，你带，他带，你刚才是不是以为他没网帽了？哎，你看，你带，他带，还有四弟也戴了帽子。你看啊，一个我弟也戴帽子，四弟戴帽子，其实我今天也戴了帽子。你的帽子好特别啊！这个我这个帽子也我也戴帽子了啊，我戴就是独特。你看你没戴帽子就去了，对呀，你这干啥呀？站我东边吗？啊，是的，你多余了。那个你站我东边吗？你帽子戴的，这个站没帽子戴别的站。哟，那个险，险，哎，他好像那个 GTA 5里面个人，他像忍者神龟。快点，还冲你们去！忍者神龟啊，这是老 K 的帽子吗？啊，老还挺帅，好像。你怎么想起来买这个帽子？冷啊，冷啊，就起码这个理由就够了啊！河马不能再看了，再看你这个，你这个河马哥，你永远都甩不掉了。怎么现在又出了个三只海马？怎么回事？兄弟们，我们是三只羊集团啊，不是三只海马集团。这个海马组织，这咋整？河马集团，海马，我海马集团，我恐龙感情你看吗，大哥？恐龙看完变成恐龙哥了。哎，说完有啥结果？你们去上厕所。今天这海马哥真的没完了，这就没完了，这怎么都没完了呢？兄弟，怎么就没完了呢？兄弟呀，闹吗？给他来个恐龙，给大哥来个恐龙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来，别来，你干啥呀？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兄弟。你会说马上我就把你这个给你干好吃吃一点，马上就你就吃好了，关掉，我跟你讲啊，关掉。实话兄弟们，这个事是怎么解决呢？我想讲一下啊，这个品牌啊，他们我们这个是P15 的，它确实就值这么多钱。别很多用的不是 P15 是吧？P1.5， 我们这个是 P1.5 的，很多人不是 P1.5 的。关了，搞黑屏，搞黑屏的。啊，兄弟们，这我们这大屏也很大，我们是70平方。最终算下来其实大概是值这么多钱。那天我连的那个人他没得我大，他也花了80。是不是吗？他是不是也花了80？不是说我这个不能 3D， 而是我们调的那个动画调错了啊。我现在先跟你兄弟讲一下啊，这个屏是这个价啊，利亚德也是非常好的品牌。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利亚德，也是我们这个招标招了最终选择的利亚德，招了几家，一共是招了6家吧。对，招了6家了。最终我们选择利亚德。一共招了，最终我们是看性价比嘛。是的，兄弟们，嗯，不管是，而且还看性价比，还要看效果，因为我们也去了厂家去看了，看到那个它的效果，主要是在于我们没有好的材料，没有准备一些好的这个视频材料，展示，知道吧？你看他们搞的是搞小河马在那放，不怪你叫兄弟们叫我海马，对吧？你看他们搞的龙，他这个屏出来的动画，它跟他们品牌是没有关系的，对，他这个屏出来的动画是跟这个我们这个运营，就是这个它素材有关，素材有关，哎，跟素材，我们叫材料。我刚刚说材料对不对？都说对，叫素材。你们都成好海马了，一个二个的。素材是吧？你们准备好素材啊？利亚德负责人都来了，能不能给我们放个 3D 看看？给我们整个 3D 图看看。对对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哇，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去不去海洋馆？我把这个图看了，看一下。哇哦！海底世界，海底世界，哎，不是好看，不好看，哇，这么样有吗？太好看了，对，你看这个，我们呢？你要知道海洋馆，我们是什么？你们原来看的效果是我们找的素材有问题。今天这个是什么素材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素材，下周以后会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多的一些好看的一些素材。不是咱们不行，海底世界，是咱们素材不行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尝尝过没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接下来让兄弟们看看我的车刮的值不值。我跟你说兄弟，不要再嘲笑我，我是有头脑的，
凭什么凭了我的老子？对呀，兄弟，谁啊？是我，你认为我能被坑？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叫，那叫啥？我那个叫视频，我没整好，并不是我这个花的钱不值。海马兄弟，兄弟在说海马兄弟，不敢坑我们啊！兄弟们，他敢坑我们吗？你们放心吧，我们这叫招标，我们是对比了好多人价格、价格、价格，最后对。没有对比啊，没招标的，招标的，招标的啊！我不是说我今天看到你家我买你家的，我是有头脑的，我是这家看一下，这家看一下，最终选择的是他们家，懂吗，兄弟们？招标的，哎，给你们看个好玩的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来，老妹往前，哎，老妹你看这皮好看吗？来，我要问个兄弟问题啊，你怎么就来了？坐底下坐半天了，坐半天了，兄弟们有没有认识他的？你认识他吗？认，你家是谁？你家是谁？他是个女的，女演员。电影叫什么？你们这是演员。电影叫什么来着？你听我说，我问你们，你说什么？叫你叫什么？酒吧。啊，酒吧里面，他在酒吧里面，你知道谁吧？酒吧里面那个女生是他。哦。酒吧里面的吗？这个里面。酒吧里面那个女生就是他。我听他演的，知道吗？他就他。酒吧里面的女生。酒吧对啊，酒吧的电影那个女生。对对，我知道了，就他，就他呀。嗯。现在想起来了，酒吧里面那个女生就是他，老妹儿。你喜欢什么男生？喜不喜欢很懂女人的男生？这是喜欢的，喜欢的吗？这都喜欢。我给你感受一下，我懂我好不好？一看老嘴的起飞动作，啊，别动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海尔亲测的啊，海尔实验亲测污水一周不发臭，他们自己亲测的。对，就是那个水忘了倒，它也不溶。对他们自己就是。